六个符号学用英文一二三加四。英文的句子一就是人头或者是这个句子的主词，但是人头有大有小，所以这主词也可能很长，但是它还是一个字。What you think and believe to be true。各位看到这么多字，其实只是一个名词子句，一个大大的一个字。What you think， 你所想的 ，and believe， 而且你相信 to be true 是真实的这些东西呢？这是一 ，will be 将会是 ，be 是二，是什么呢？斜线 your reality 会成为你的真实的事情，这是三，所以一二三好清楚哦。What you think and believe to be true will be your reality。